我从北京回家到我家的那个票3000多块钱机票，我回家机票1000多，整票才好贵，太贵了。我觉得1000多机票，我可能还能咬咬牙什么坚持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就是稍微通情达理一点，就是过完年不要太扣钱的话，我不信，我觉得就是过完年那一段时间回家比较就是比较合算。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，我也喜欢蓝色，但现在这个真的很好，现在这个搭配很好啊，米六都不一样。就跟出租车司机说话的时候会变成那个味，然后我现在跟我闺蜜说话变成那个味，因为我闺蜜的男朋友是北京人，然后她就每天都跟她男朋友待在一起，她现在说话也是这个味道。为什么是最高价的？我觉得没有，有点被他带了。我没有干起那事儿，我都办不了，光说我自己的。配立柱，哇，他现在配立柱，那我刚刚为什么没充上呀？我弄不去，岂不是白借了？嗯。他晚上，他因为刚好晚上100多的话，我去吧不方便。晚上他把电你干嘛？我看他这是我的手电。白天要太早了，不好意思。好吧。主要回来干嘛？什么什么？话不接宝。上海话来啊！现在是不是说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？北京也算有吧，我觉得那个北京调调还是挺明显。挺豪爽的，真是上海人。干了是吗？真的，我说。能啊！我一直承认他，承认他，到现在我都没有。我给你们学段泉，段泉有一天拿着一杯水在这儿。他就在这儿喝了，在我面前喝了得有10来回。我说你干嘛呢？喝酒呢？喝了一喝还是矿泉水？我无语了。可爱。好喝。都是这样，我就给家里才说方言。我但好多人都是，就给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才说方言。你好，不找到了。到下一点。我觉得我还会找到。角落都有点不太平衡。我还会长高的，我一定会长高的。没事，23还能穿一穿。谁呀？我一定会再。我是长不了了，我觉得。我还会再长。你那是觉得自己？我来给你。呵呵呵，洗脸刚还行。我下了好多粉条。对不起，吓死我了。还好，我眼瞅着他蹦到这儿了都。我以为你烫到了，吓死我了。我也要饮料。我眼睛都看了，咱加了一轮。谢谢。我们上次在广州吃的时候，那个服务是真的，就是我都不想吃了，他还在往里吃。是不是因为咱们坐的角落呀？那个可乐洗脸真的太逗了，我神来着。让我想起了他病。哎，你形容的很像哎，下次我就告诉他，我就告诉他你这不是喝酒，你这是喝水烫着了。我觉得他们说八月的广州简直特别冷。好，晚安。熬不住就晚安吧。我估计还要吃这些边熬的。就是夏天都不是人待的，就超级冷。一会儿希望可以来根冰棍儿就更好了，就完美了。明天这一天。太完美了。没有糖葫芦。代价就很惨痛。12月的吗？那家有啥菜？吃饭，我要减肥。对，没错。我昨天还想要减肥来着，然后今天就开始吃火锅，无语。你的脸都尖了，可以。我们去广州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穿短袖。穿不穿得了，由我的增高垫来决定，不是我决定。
可以，待会儿去成龙。啊，说成方特。啊，我还我疑问了半天，方特。我为什么是六岁？可能你应该告诉我比较晚了。我觉得我直播间快快关关关，好像没有人了。时间去出去玩。南方的冬天，我觉得南方的冬天就很适合人待啊，就我基本上可以了。我其实也可以了。我也差不多。但是我们不可以浪费。对。我们要尽量再吃一点，好，我这个是。难道面条？没事，我一直在。我们要，谢谢。我今天穿了鞋，给你穿了鞋，穿了鞋，我没有办法再走到店。主要说减肥，不，我行动也会减肥，只不过今天在吃。我没有办法走到店。改上成功可以。是的。对，但是我可以。我那天看到，就是他穿我的鞋嘛，我那个鞋，我都没有想象到我那个鞋还能变增高垫，我真的是被他震惊了。是刘世贤告诉我的，说刘世贤说的他可以，然后我试了试，他真的可以。我真的服，我有一天上楼的时候，我就跟成哥说，就是成哥，就我上楼梯，你们知道吗？就上楼梯，成哥在我前面，我在后面，往上走。我说成哥，我看到你的后脚跟了，已经。啊，那是我。这成哥小白鞋只有这么高，他还垫了很多。对，看平时吧，我要吃这，我要吃那。就看了你的。那也没有经常吃嘛，那也没有只说吃就吃啊。大家看不见。我没有垫，我要是垫了，我就今天过生日不开心。夏天费水。我没有垫。啊，因为太热是吗？撑死了，咱俩刚才不是很多零食吗？可是你们可以一直待在室内，虽然这不是很契合。其实我真的比你们想象中高，因为我看着很矮。老刘他们一开始都以为我只有比你五几，就是跟段子差不多。但是一踩他就下去了，就没有很高。我没有点，我真的没有点。我真的不矮。小曲其实也是我想象中高矮，我一直觉得小曲可能，小曲真的跟我差不多高，但是真的比我高一姐姐。我其实觉得就是北京的夏天就是已经很热了，但是南方那边的夏天简直不是人待的。我有问他们，不快了，啊、吃多久了？打包吧。退了吧，没动了。啊，退了，可以退了。那就没动了。你吃吧，哦，我不吃了，我吃饱了。你好，这个沙发和那个可以帮忙退一下。是还退一个？什么鬼？可以退啊。对，一众南方人，你们都是南方人。不能退了。不能退了，张强吃掉。那就下了吧，下了我吃。那麻烦帮我下一下呗。不能退了。我们要结束了，其实。我们把最后的下滑吃掉，我们就结束了。啊，跳了噜，跳了噜，跳了噜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啊，不要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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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下哪个锅？下辣锅。全下辣锅。对，全下辣锅。请问您家店有接电这个充电宝吗？没有。就来电。对，只有来电。可是我的接电充电宝要去哪儿还呢？你要不然一会儿给我，我给你查一下。我自己查一下礼盒，对，你自己查一下呗。查一下吗？你自己查，你自己查，我的妈呀！烦死了，我的。六凤是喝东西才叫六凤呢。你们怎么都睡觉了？你们以为你们掉火锅里了才行？醒醒，醒醒！明明就是麻辣烫。虾滑是蛋白，不是脂肪。它是蛋了。什么蛋白？虾滑是蛋白，不是脂肪。对，虾滑蛋白。但是我本来不是很喜欢吃蛋白，就是这虾滑没有什么太大的蛋白。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，我又特别喜欢吃兔子丸啊、虾滑呀、啊、什么之类的这些。哎，这些菜是不是可以打包啊？菜是不是可以打包啊？可以啊。喝火锅。啊，明天还可以接着吃火锅。对啊。他们还在刚刚说什么吃不了，明天就可以变成麻辣烫。我说，咱就不能吃火锅吗？咱能养下去点吧。
看一看小裙子吧，既然我吃的差不多了。什么鬼？因为它全程挡着，看不见。哇，我觉得。嗯，只能到附近看看。我要撑死了。要好好的过一个没有能的圣诞节和赵天阳的生日。圣诞快乐。我就去那个便利店。圣诞快乐。对呀、啊，要跟大家说圣诞快乐。今天虽然是我的生日，但是也是圣诞节，乖巧，所以要跟大家说圣诞快乐。我困了，我没有啊。我可能吃饱了，太安逸了。明天直播续见。嗯，我知道，我每次其实都是那样的，只是我以为这里会有。我要下了，我这样吧，我播到45我就下了，然后大家就是好好的。我在吃火锅。我们也要海底捞。黄纸巾，黄纸巾也很可爱。我们互夸着可爱。你们在干嘛呀？他也很可爱。你确定有是美颜吗？救命啊！你们能不能出来点人再理理我？不是，其实现在是有人的，但是我不屑于，不是不屑。不屑跟他们说话是吗？不是不是，两人好，不屑于，不是，希望更多的人，毕竟圣诞节，我们圣诞节好吗？对，毕竟圣诞节。为什么羡慕羊啊？虽然我看不见圣诞的礼物，但是圣诞节应该吃火鸡啊。怎么吃上火锅了？没有火鸡就吃火锅呗。过圣诞节的这个节日的气氛。逛豆瓣吃瓜什么鬼？看在我逛豆瓣有看我们直播。要带的话，九十二号那一个。重要吗？真棒！谢谢你的圣诞树。我觉得这光好死亡啊！无语。啊，不行，我觉得这光还可以。可能咱俩是反方向，给杨过生日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好啦好啦，我会更的。可能你们是刚进来的。我有东西要可以发，但是我还没有编辑好。跨年公演上啊，就是、我还没有剪好而已。但是我有东西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有东西。你们是刚进来吗？我们刚才赵天阳生日可精彩了。Merry Christmas， 我都想跟你讲的好几个人跟我说让我不好吗？我需要你们聊天才吃上，没有，我都快吃完了，我们三个。但是最近很忙嘛。辣。你们能不能？我姐现在差不多一天都变得各自上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。我也要把我的圣诞节、元旦、春节、年底都是节日最好的，我最喜欢这个时候。我给你打包。我想把这些菜也包起来。蔬菜吗？只是。如果蔬菜的话，给你打包。你看我吃完火锅脸立马就圆了。如果要打包肉的话，再给你包上一包。多精彩！特别精彩。因为这样的，因为特别精彩。你再吃一个菜。那还有一个整个的，还有一个。我以前其实就是这些都放在一起，这个还要吗？啊，那个也要吧，反正都已经打包了。那我去来个什么？烤火鸡，天哪！这样明天可以开着烤火鸡，热的，吃着烤鸡腿，然后想着烤鸽子，我真的是绝了。没有肉了，肉都吃掉了，最后的几天。谢谢。你过的第一个生日，祝你顺利，好身体健康，明天开心一起走哈喽吧，好。陪你过了第一个圣诞节，也希望你以后都可以开开心。是吗？不好意思，吓死我了，没事。要不我给你拿个手机支架吧？恋爱四十八年的家庭旅程。哎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啊，是因为我今天生日是吗？这还得要打火？今年我们因为我们今年两三天生日，一样菜都剩了一点点，所以把它打包回去就可以再吃。是。我快捞一捞，我撑死了。不可以，你们这样的话，我就真的把你们叫进火锅里。啊，宽粉也可以带走。宽粉也带走，太好了。行，宽粉给你蒸。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把你们下锅？我还没有动手。
你们总是这来这去，你们都吃到嘴里去了，还让我说一声了。馒头要给你打包吗？打包吧。打包吧。馒头打包。嗨。还能吃吗？能吃吧。揉一揉，放冰箱里就能吃。那你吃。行、啊、不行，我觉得那个冰箱实在是太味了。哦，我忘了，赵天阳闻不了冰箱味儿。小虎牙胃口不小。我没有下载过、啊。我胃口很小了，我减肥之前胃口很大。哎，好嘞，买单。啊，我们也买单。我把这个拿走。好啊。谢谢大家的祝福和礼物。我都收到了。我马上就要关掉了，因为我要买单。会有一个全新的新的一岁。这几个要打包吗？不了吧，没有必要，没必要。应该不是太好过。不过了，不过了。啊，夏华，夏华，夏华，都快把夏华吃掉了。快吃掉。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吃个西瓜。是吧？半斤呢也是倒杯，倒杯。哈哈哈哈哈呀！不好意思，赵飞扬。你们可以去直播间里，去赵飞扬的直播间里骂他。圣诞节很幸福。嗯。可是你们人太少了，都不占。他想吃，没事，收拾的打包差不多。这样子有个诸葛亮。马上吃完下滑不就回去？三个小偶像，顶个诸葛亮。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揉一揉，快给你们揉一揉。好，这儿。哎，这个可以吃吗？哎，我猜了。五边形战士是什么？这是肉我吗？我是五边形战士。啊，我跟你们说我吃的料。嗯。我的料里边只有蒜。你们还要上班上学，好吧？和麻酱。八。然后比例是。那我不好吃。比例是4:4:2，就是蒜、蚝油、麻酱，4:4:2。今天炒的吗？我一会儿就回去了，马上。对，你叫陈明，他今天过生日。谢谢你们说话。什么？什么啥事？啊、哪里？啊，我们有结账，我们要进货了。你们真的要进货了，差一点对我来说。我现在撑到小腿。不让你们看我结账的画面。你们还能啊？我再给你们看一看。是新鲜的虾滑。嗯，大家都在。我替你们吃，我替你们。圣诞节那么重要的节日，你们都睡觉。结账的样子。不给你们，不给你们看我哭泣的样子。拿给你们吃。给你们吃，你们吃。对，不能让你们看我滴血的样子。这实在是搞笑了，拐几轮。我的天，我们仨吃了多少钱？赵天阳在滴血。拐几轮。等一下啊，我结账，我结账。不行、啊。我们你什么时候尿急的吗？不记得。我可以给你找卡。但是学生太久不记得。算了算了，我印象都没有用过。我们仨吃了500块钱。我们四个人吃都没有吃这么多，为什么三个人？其实我没觉得点菜。早还没吃，没吃完耶。对。我撑死了。圣诞节直播的人好多啊，是啊，好多啊，所以我这里人好少。对单身狗，圣诞节的片日子都要去，对没有？对没有。想吃太多了，捞一捞剩下的两个虾滑。哎，算了，就这样。还有呢？可是你点完的时候不是这个数啊？啊，因为有小料跟那个锅底。好了。我要吃撑死。我下了，拜拜。好。
我没有学生证，我没有学生证，你们有吗？你们有，我现在可以用你。之后，谢谢你的生日卡，我先啦，圣诞节。我有会员啊，拜拜。我有海底捞会员呀、啊。来，奖你10块钱。你说的对呀、啊，早知道就请他们俩吃呷哺呷哺了。你说了还没事。把火给你们关了吗？啊，关吧关吧，谢谢。上次我生日咱们吃了多少钱？你觉得402还是410？差不多400多还是400出头？今天吃了490。咱俩几天的饭补没干。都没报啊！我要吃，想吃，我想吐。机场那天我报了，我先报了那个麦当劳的。对啊，这剩下所有的我都没报啊。不是，我觉得很浪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第一天和第二天有好多没吃，我一直都没报。啊！你谢谢手套。老刘出去吃饭那天报了。那个不是算我们在一起的吗？对啊，那你的也等于报了呀。哦，那就报了50多块钱呗。60。没了。一共几天？我们去了几天？8天。我们第8天回来了。8天了，你报了2天。口都吃不消。那就还有，你报了2天，我报了3天。感觉你们仨之后，我也等会儿让我看一下，我们仨自己都没有感觉。1060。我们还有。你的是360，我觉得够的，你就直接开票吧。不也是吃好的，也不是吃好的。哎，行，我感觉好像可以报销。可以报销吧。我们那个下滑能退就好了，我们仨都已经撑成这样。我本来也不怎么吃下滑。我吃。主要咱刚才那个样子已经撑。对呀、啊，怕，主要是，早上不要这块黄瓜就好了。我吃了4块。你们点菜多吃两个。我跟你讲，我吃了4块。为什么我没有更新啊？就是口袋这种东西，我没有更新。你可以啊。我真的太丑。哦，也对哈。嗯。老板删了。5个钟。主要是我刚才吃了2块柚子，我还吃了，那叫什么？一盘牛肉粒。就是在上餐前，想吃，然后还吃了。我们一会儿去超市买点东西吧，我一定要在生日这一天放肆一点，然后就没有机会放肆。我的裙撑都露出来了，无语。我觉得还好吧，虾滑也一般呀、啊，没有什么好吃。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巴沙龙鲤鱼，巴沙鱼和龙鲤鱼哈，差不多吧。说我居然没吃完，我居然有一天吃火锅让鱼剩下了，第一次。因为我点的整份。好，我说呗。我好多都点的整份，你没看？我巴沙鱼是点的整份。啊，肥牛点了整份，青笋点了整份，笋片啊不对，红薯粉点了整份。红薯粉呢、我以为你点的都是半份，我还觉得半份我们就已经差不多够吃了。然后馒头点了整份。为什么要发出嗷的一声？因为我是虎牙呀，小老虎嘛。谢谢小哥哥。可爱吗？对，龙鲤鱼其实很便宜，就是超市的龙鲤鱼。嗯。我的嘴巴是心形的，真的可爱，谢谢。我感觉我现在说话都慢悠悠。我嘴巴就是，如果我把那个口红涂得满满的，就是很明显一点。我不困，我是撑。
我吃一个橙子，我们就走了。嗯。我觉得我好浪费食物，早知道我刚才就不吃那些零食了，该死！你看看碗里这么多东西，哦、摔着你的粉丝了，还玩玩什么？我该回去了，我们仨。嗯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我不占我占不起。那我就铺一铺这个，其实铺了也没什么用，我们马上就回去了，我铺它干嘛？还浪费我的化妆品，说着往脸上扑。有毒吧？对，赵老师请客。直播服装，我就不直播化妆了，直播服装太费事，我化妆太技术太烂，没有必要直播化妆。好浪费啊！居然剩下了鱼，那是得多吃。明天有蛋糕，明天。啊，其实就是没看，没这样看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就是脸上会出油嘛，就是亮亮的。然后铺上这个之后就看不到你，就没有那么。有个大光明吧，我现在可以大光明给你看。就我发际线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有个金色。没有，是今天生日。我从来不这样上公演，是因为，哎呀，我为什么要在吃这个之前就涂了妆呢？去吃还要加菜，不行，佩服佩服，直接佩服。多好记啊！如果我要这样上公演的话，就会看着我超级超级超级远。他生日就是圣诞节，很好记。谢谢你的圣诞老人。我今晚还没有看到圣诞老人嘞。我所有推特都看不见。我也那个圣诞老人，快让陈哥看一看，旁边是陈哥。圣诞老人很可爱，对对，好可爱。气球的小熊也很好看，麋鹿最好看了。真的好了，我就不该吃那盘牛肉粒，我觉得我脑子。小天吃了一整年免，不是一整盘免费的。我还吃了四块。圣诞老人今天给我送礼物哈。我还吃了四块黄瓜。也知道圣诞老人给你送礼物。圣诞老人睡觉时候才来，那我睡觉时候会有圣诞老人吗？很好。没事儿。有病啊！我吃东西我也一直在吃，不长肉的。今天赵娘生日例外。真的要吐死，我连酸梅汤都只喝了两杯。啊，送了一个啥？哦，表情包，我没看到，我又没看到。我好不容易有个礼物，有个表情包我都没看到，可能是那老人走错门了，无语。不能走错门，就要在我的门口。下个月这时候小虎牙，嗯，等我回家，我也给你们啊，圣诞老人，快快快快快。我看到这个圣诞老人，可爱，看到圣诞老人的，真的可爱。那你想看什么？谢谢圣诞老人。这个时候陈哥，谢谢表情包。我想看用爱发电。陈哥，对，但是有点难。昨天我看了一次用爱发电，我老高兴了。哦，但是他要给我截图了，我要一会儿去看一下。谢谢你的圣诞礼物。不行，截图不算，我要看真的。说实话，我今年是真的，我今天是第一次看，第一次看到用爱发电。我喜欢麋鹿，我最喜欢麋鹿。Mary， 为什么没有苹果呢？好甜啊！想祝福的人啊，麋鹿来了，谢谢。它真的太可爱了。嗯。我觉得我的小麋鹿很可爱，然后。
来。嗯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麋鹿也很可爱。不走。小麋鹿。它的价格就说明它不走。他们说用来发电丑。用来发电一点也不丑。说真的，它一点也不丑，那个特效。手机呢？很华丽。小熊气球，小球气球。气球的小球。我的手机呢？你再说一次，吴宇，你干嘛了？啊，不是，哦，吓死我了。都可爱。不知了你红回首，你无影踪，转眼就梦已成空。当夜色渐渐朦胧，究竟是有谁的好？哎，刷豆瓣有什么好玩的？我离开天津以后。你们的视频都谁拍的？屁虫啊！技术舰长。真的，真的都是屁虫。屁虫。它的特效很难看，我不觉得难看啊。cos 加麋鹿，我觉得可以。我本来还想去拍圣诞特写的生写呢，就是麋鹿那种。然后呢，发现太贵了。我就。这条。老老实实在中心待着。什么？我看你看他的截图，哦，结了，就有点像那个风云决战天下那个。啊，陈哥下了。哦，我下了。看着就很华丽的样子。发电真的挺好看的，我觉得发电的前三秒最好看。感谢今天让我看到用来发电的，太贵了所以不拍，因为我觉得我要说实话呀，我总不能说没有没时间这样子，没有必要，所以我觉得直接说实话。当海风吹凉你红回首，一无影走，转眼就梦已成空。没有没有暗示。跟大家说再见，倒计时两。一七年升学好，真的吗？没赶上，那都两年前了，我怎么赶上？给你们图买一个。一觉醒拿礼物。用啊，还剩一分钟，有这一分钟可你们把嘴。我可能一觉醒，我就看到圣诞老人了。我一睁眼就是圣诞老人，三二一。哇，圣诞老人！救命啊！我像个智障。我看着碗里的巴沙鱼和午餐肉，我竟然一口也吃不下。好，我把它涂满了。我觉得我为自己是一个吃货感到悲伤。我至今都难以置信。什么可爱真实女孩无语，你在讽刺我吗？这在哪儿啊？这是在海底捞。人。一个人的冒险，血与眼泪，我要撑死。分号是13。早点回中心，放心吧，我会早回的。真的很，真的很新。真的很新，赵天阳会新。嗯，这样也很新。什么玩意儿？送了一个皇冠，这样好看。刚才那太椭圆了。哇，好感人啊！我要退出去又进来。我要下了。对啊，这么晚。我要关掉了。我也马上就下了，谢谢巧克力。晚安，大家圣诞快乐哦。你们没人跟我说圣诞快乐吗？这么重要的节日，无语。比心。太敷衍了，我说圣诞快乐，你们才说圣诞快乐。Happy Christmas。韩语在韩语里就是 Christmas， 感人个鬼！是你用的洋封面哦。Oh.
哦，我刚看懂了，好吧。不，韩语就是 Christmas， Christmas。谢谢，谢谢拜年的无语。老师拜什么年？你好。Hello。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最后三分钟，一点五分我就关啊！快刷屏，圣诞快乐！我去，这是什么无理的要求？无语，我不能要求刷礼物，还不能要求刷圣诞快乐吗？你是快刷屏。对。那你好，徐姐姐，是刚刚十四点九的这个，刚满就行了，谢谢，直接扫，穿一下。哼。什么？灿博我不在呀、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快刷屏，谢谢谢谢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一个人想对一个人，我太难了，为啥不能要求礼刷礼物？圣诞，你以为我要求就会有礼物吗？无语。谢谢啊，哥，哇哦，谢谢姻缘棒，这时候刷礼物的肯定是真爱，我要帮陈哥照一张相，哎呀，太好看，那这样吧。晚安。